你会离开我，真绝情啦。也不过，我爱你离开我，是为了你好，才袂结束好。你怀疑仙姑有可能是易桥的姐姐，直接用上科学的方式，会当找出答案。什么上科学的方式？验 DNA。是小红心威胁我，他知道我们事情之后，拿我们点破事儿，三天两头来我们家说嘴，我要收拾了。我还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玩我的。和你讲的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我跟建明可能真紧就要结婚了哦。阿叔阿贵，爸妈哦，都在你后边，给你顶掉嘞。妈妈，我一个后生饲到这么大，最后要解决问题，煞去卖给好野人，这是什么骄傲？这是悲哀啦。所以我决定哦，接受公平的建议，甲仙姑用上科学方法决定了嘞。想袂到代志竟然变到安尼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余先生，这鉴定报告出来啊！啊，我伫下港吼，就有一间别庄啦。我是咧想，要甲我妈为病照到这间别庄度。林家宝，你有没有徐小鬼啊？这个小仙哦，找王红啊，虽然找王亚芳，伊讲的是王亚芳派的王红啊，是无变失败。奇怪，阿弟弟的心事哦，我哪会撇掉？曹峰会跑出去，伊甲曹峰之间绝对有什么秘密？